晚上好，嗨，晚上好，大家来的好好及时啊！就今天是一个电台。发现电台第一时间就来了，欢迎。然后我刚刚睡醒嘛，然后现在还是有点懵懵的。对，然后突然就是感觉游戏也不想打，视频也不想看，那就来跟你们聊聊天。差不多。差不多，我每次的晚安电台都是直播2个小时，对，这样就不会导致我们下次电台就没有东西说了。然后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是大家不会觉得特别疲惫吧，就差不多1个半到2个小时之间。罗老师，晚上好！你好呀，欢迎来到罗老师的晚安电台。我发现其实电台的话，真的，就你们看不到我的脸和我的表情，会失去很多乐趣诶。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欢迎。大家真可爱，欢迎欢迎一些我不熟悉的 ID，对，我每次看到不熟悉的 ID，我都特别的激动，然后看到熟悉的 ID，我都特别安心，就觉得原来大家还是爱我的，谢谢送出的英文棒。下次背景图换成我表情包吗？那你们把我表情包发给我啊！就是我自己这里不会，我自己这里都是我的美照，所以你们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把我的表情包截给我，然后我下次电台时候就可以放着当背景。晚上好，晚上好。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看不到人，所以充满遐想。对呀，你看我多辣，我是一个辣妹，我超 hot。小叔叔，Hello，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3年零1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我也不想。谢谢大家安利我的抖音，对，我的抖音就是楼树是一颗豆子，然后我很辣，没了。小豆子，对，我是一颗豆子，小小叔是一颗豆子。辣豆，对呀，我是麻辣豆。
成为一个辣妹是我的梦想。我觉得我其实挺辣的呀，但是我感觉我可能没有那种气势，就是辣妹的那种气势，你们懂吗？就是别人一看到她就觉得她很辣，但可能别人一看到我就觉得我有点傻，就是我一本正经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很傻。可我不喜欢吃辣。不会呀，我不挑食，我什么都吃，就辣的、甜的、酸的、咸的都吃。我是一个不挑食的乖宝宝。下次，哎呦，下次见到你们，给你们发辣豆吧，体现出我是一个辣辣的豆子。谢谢松鼠的巧克力和应援棒，给这个小可爱比个心，虽然他看不到，但是我在比哦。离开黑暗庭院，谁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你最近在咳嗽啊？是北京太凉了吗？冻去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这边超级热，但是最近就是一睡觉我就浑身很烫很烫，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就是很烫啊，睡醒就很烫啊，然后我坐了一会儿，我还是很烫，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突然的变烫，体温升高。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身体没适应吧，难受就去看看。哦，我也是这么想，就是看明天早上如果还是有点晕晕的，有点烫烫的，我就让妈妈给我量一下体温了。因为今天我一开始就是不是很舒服，然后我有点想吐嘛，然后我就自己以为是中暑了，因为我们这边巨热，然后我就自己掐了一下，发现哎没有中暑，那就应该不是中暑这个问题。那应该也不是水土不服，因为前几天都挺好的。谢谢送出的巧克力，好像是一个新来的小可爱送的。我像偶像剧里的女主角啊，其实我也很希望能成为偶像剧里的女主角啊。最近换季多注意身体 ，OK， 你们也要多注意身体哦。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吧，对，所以我还好像还得适应一下，我需要适应一下。排位二连跪，技术够硬，队友不说啥了，什么东西的排位二连跪啊？我是你生命中的女主角，哇，甜！
兄弟真甜。王者荣耀啊，哦，我最近打王者也没有赢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明天打会好，真的，因为小学生要回去读书了，小学生都要回去读书了，所以明天大家一起打开王者荣耀上分。真是国庆这七天，国庆这七天我打游戏就没赢过。所以我就想到唯一的就是放假小学生出来了。哦，有些初中生也打不好，或者是其实还是不一定是小学生打不好了，就是可能放假之后打不好的小学生会多一点。你们都是宝宝啊，你们也是小学生。手藏党自觉的不玩游戏不坑害队友。荣耀遇到小学生还好，在网吧玩了七天，带小孩子玩了七天。小孩，你带小孩子到网吧玩七天，兄弟，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是网管的孩子，你带他玩游戏啊？你带他玩什么啊？英雄联盟吗？羡慕我肤白貌美大长腿，不要夸我啦，我其实没有大长腿。你说我肤白貌美，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大长腿就太夸张。今天吃鸡落地五分钟，就剩你一个人就靠趴着了，那肯定很紧张。用四个字赞美楼老师，让我想想用四个字赞美我是什么。小机灵鬼，哈哈哈。人美歌甜，我比较喜欢唱伤感的情歌，就是你们有没有喜欢的特别伤感的那种情歌，比如什么孙燕姿的啊，或者是什么的，我什么徐佳莹啊、Aline 啊、邓紫棋啊什么的，就是如果我会唱的话就可以唱给你们听，然后周杰伦啊、林俊杰的那种都可以，一定要特别伤感，要巨伤感。闭月羞花，还是这个笑声魔性，哎，我的偶像包袱。泡沫啊，那我来试试看泡沫吧。泡沫，阳光下的泡沫，应该是这首。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谢谢夸我有感觉的。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一伤的心，不胜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太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
的泡沫，虽然已沙化过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再美的花朵，盛开过就凋落，再亮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晚上好，晚上好。有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全都是。晚上好，晚上好。直播唱歌 PK 好声音收视率，有好声音吗？今天我发现我最近好久不看电视了，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以前真的是特别喜欢中国好声音啊，然后我是歌手，对，就是那个时候一直看一直看的东西。今天不发动图了啊，你想看我的动图啊？不寂寞，爱本是泡沫，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谢谢送出的一元棒，鸟巢总决赛了。来，大家再换一首伤感一点的情歌，就是我会唱我就唱，不会唱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再想想有没有别的情歌。对，就我觉得我应该还行吧，应该不至于很多都不会唱。红之间还真不会，走着走什么，我们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哭了，这首歌吗？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啥？这首歌就要走着走着就散了吗？你们有没有那种特别触动心灵的歌，就是你一听到那个歌声你就想哭的那种？ Yeah, for 赛果明，赛果啊，新鲁刀哥不会耶。风灯也不会耶。庄心妍的走着走着就散了，原来是庄心妍的。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等着等着就淡了，有多少无人能懂得不快乐，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有些梦做着做着就醒了，才发现从前是我太天真，现实又那么残忍。东京不太热，风铃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就算了吧。信就是那个死了都要爱，
不理你，静止不痛快。干哒哒哒，只要这样，再足够哒哒，死了都要爱。差不多就这样，但这太高了，我喊不上去的。今天不发动图是因为没化妆吗？当然啊。不是动图啊，那个是直播啊，兄弟。口袋好像没有可以发动图的吧？来我这里逛逛，欢迎！我刚刚死了都要爱，你没有听见我的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太可惜了。真的受不了曲老师了，为啥呀？你是新犯，请多关照，关照不？我天哪，我的普通话越来越奇怪了。你不是新犯，我经常看到你。我是一个耿直 girl。唱歌吧，罗老师唱歌吧，好啊。我俩今天都有毒吗？是吗？咋了？他咋了？我咋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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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谢谢又来一杯，合家团又来一杯。什么这果冻的这个广告，真的是。来吧，你们听过他说吗？林俊杰的，他说，好喜欢。今晚唱歌该开视频直播，但今天我没有化妆，明天再那个，嗨嗨嗨，他说。他静悄悄地来过，当当当，他慢慢带走沉默，哒哒哒，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蕊，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谢谢夸好听的，不化妆也美，谢谢。但是你们也没看过我不化妆呀。但好像我发过抖音哎，谢谢送出的姻缘棒，懂你啊妹，嘿，来不来聊天呢？就这个童年歌，懂你啊锅，累不累？累不累？俺也不懈怠公家的东西。五一唱世界上唯一的花，今年五一唱忘情水，忘情水是不是那个给我一杯忘情水，刘德华的歌我也听。
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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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哒哒哒。这歌词是啥？我看一下。搂的娃。哦，好喜欢这首歌。林俊杰曾经想追星的。我妈妈挺喜欢林俊杰的，她觉得林俊杰唱歌很好听。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唱这首歌有陈慧琳的感觉哦，谢谢。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喜欢谁的歌？我没有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歌吧，我是不分的，我是只要好听我都喜欢。然后有时候的确老歌更有味道。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等到数计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学过专业唱歌技巧吧？这个其实没有，就是没有专业学过唱歌，是因为爸爸会唱歌，所以我会唱歌，但我妈妈不会唱歌，我妈妈会跳舞，我好像没有遗传到跳舞的细胞。然后我爸爸就特别喜欢听刘德华的歌，然后或者是一些粤语的那种香港明星的歌嘛，然后我就那个时候车上放的都是这种，然后我就自己就是每次出去旅游什么长途车就一两个小时都在那里车上就是放啥唱啥呗。中式唱的什么歌啊？中式唱的中式唱的歌好像是那个我想想哦，中式唱的是那个会那个啊，令的，啊，令的，是啊，令的，我想想，忘记拥抱，对，我中式唱的是忘记拥抱，中式的时候，我就是他们问我有没有伴奏嘛，然后我就说，其实是我懒得剪伴奏，因为我觉得我清唱比有伴奏要好听。然后我那个时候中式我是清唱，复式也是清唱。你要去睡觉啦？可以啊，晚安。然后就给你们唱一下我中式唱的这首吧，忘记拥抱。这首歌很伤感，很伤感，真的很伤感。的回忆太好，像刺青很难抹掉。我一直保持微笑，真的，我别被你看到。我走进汹涌人潮，寻找藏身的一角。我眼泪不敢掉，我快要受不了。
忘记了拥抱，忘记了微笑，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好的好，我们都太骄傲，话说得太早。是谁的怀抱？是谁在哭笑？回过头，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抱歉，是我傻得可以，是我不好。来冒个泡，马上去睡觉，明天开学不能迟到。好啊，就是大家如果明天要开学的话，就去休息吧。唱首抖音上的歌啊。哦，我想抖音上有什么歌。抖音上什么，抖音上你们给我点灵感啊，这抖音上有什么歌吗？就是我突然脑子短路，想不起来抖音上有什么。不然什么，是不是不愿染是非，怎教事与愿违，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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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词儿啊？学猫叫什么？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头上撒个娇，还有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的音域很广，对。哎，不然其实挺好听的。我看看歌词吧，旋律还是知道的。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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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封面照片不错 ，OK。晚安，晚安。然是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话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差不多就这样吧。哎，真的还挺好听的。不过我还没看这部电视剧，就最近一直在看《如懿传》，就有没有看《如懿传》的小可爱？唱卡路里啊！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天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进摸进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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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路里卡路里，为了变成小麻药，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吃草吃成沙拉精，天生丽质难自弃，可心吃啥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呜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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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路里卡路里卡路卡路里卡路里卡路，然后就这么多卡路里卡路里卡路，卡路里我的天敌，燃烧我的卡路里。这个卡，等一下，我重新喊一遍。卡路里，我的天敌，燃烧我的卡路里。然后，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
拜拜，咖啡因，街道可乐皆有你，沙发外卖玩游戏，再别再熬夜伤身体。来来，后转体，高温瑜伽。哎，真的是，我们能换首歌吗？哇哇哇哇哇哇！卡路里。明天8点到10点半之间去学校，那你要早睡啊。但9点半有点太早，你10点半之前睡就差不多。谢谢送出的应援棒，看来是你被我的卡路里感染了。就是你我这么激昂。就是你们喜欢听什么？就是你们现在喜欢听什么好玩的吗？人肉点唱机厉害，谢谢。哦，你们说抖音的歌嘛，我又想到一首那个什么，越来越不懂什么，越来越不懂什么。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滴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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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我越来越不懂爱，然后还有那个红色高跟鞋嘛，对吧？就是抖音上的。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收完像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你只喜欢48系的歌呀？那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听听圈外的歌。罗罗老师，吉祥吉祥！真的，你们真的没有人看《如懿传》吗？还是说男生都不喜欢看《如懿传》？48系的歌也有好听的吧？但是，我能不能？我要不要说呢？就是哇，卡路里，我的天敌，燃烧我的卡路里。48系的歌其实我也能可以唱，就是你想听哪一首呀？最寂寞的木偶心破了个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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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禧攻略》把《如懿传》流量抢完了，其实就是不是很多人就是会把《如懿传》跟《延禧攻略》做比较嘛？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只要是宫斗剧我都喜欢看的那种，就是我两部我都看了一下，我发现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没有可比性，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吧，就是这两部电视剧真的是就是他们两个就不能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比较。真的不能把这两部剧放在一起比较，就首先就是可能因为那个《如懿传》前期的宣传啊，还有一些东西啊什么的，因为太浩大，然后就可能会败好感什么的。但是，
但是还是很好看。喜欢看穿越剧吗？穿越剧其实要看是怎样的穿越剧了吧。毕竟我看小说的话，我就不看穿越的小说，因为我觉得穿越的小说好假，就是我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假，我就不看了。就《延禧攻略》也挺好的，就那个时候看《延禧攻略》，因为是于妈拍的嘛，就觉得，哎，她居然能拍出这样的电视剧，哎，就觉得很惊艳吧。但其实大家不要猜《如懿传》啦，就是《如懿传》会让你看得很扎心。卡路里，于妈是宫斗剧的大师，但她之前拍的有一些就很傻呀，但其实还挺好看的，就像她之前拍的《凤求凰》，你们知道吧？《凤求凰》就是他们说很烂《凤求凰》，但是我还是追完了。毕竟凤求凰前面还是跟原著比较相似的嘛，就全靠主演的那个就那个颜值撑在那里，凤求凰这部，但是后面他改的稀巴烂了，我就很难受，但是我还是把它看完了，就没有办法，全靠主演的颜值撑着。这个事情告诉我们，长得好看真的很有用，就长得好看，你做很傻的事情别人都愿意去看你做很傻的事情。晚上好，半妖倾城还不错。半妖倾城我 B 站上他们都有剪 cut 哎。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该怎么去比的？对，于妈很了解市场，她红的剧真的很多，但是好招黑啊，就特别招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黑叫红吗？哎呦，真的只有你红了别人才会来黑你。就是如果是不红的人的话，黑都不来黑。我觉得于妈很厉害的嘞，其实。48系偶像直播都不会放自己歌，的确啊，因为我们因为是自己的，我们48系的偶像嘛，所以我们上课啊还是干嘛工作环境下已经不停的在放自己的歌了。如果说连我们直播这么一点点时间还要放自己的歌的话，我觉得大概会疯吧。等着看庆余年和蒋烨。溜了，写作业去吧。大家想听点什么呀？今天觉得真的是每天跟你们聊天的话，我觉得我都要把事情讲完了。我是你的小可爱呀。真的吗？你不要骗我啊！我跟你说，其实我就是，我觉得我对粉丝挺真情实感的吧。就是，如果你跟我说你喜欢我，那我就会，我真的相信你喜欢我的。就不要骗我啊！就是，我可能有一种执念，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我有种执念，就是我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我就喜欢钻牛角尖，我就觉得，大概就觉得我就想恶心我自己，我就要钻牛角尖，大概是有毛病。
反蛋的不会呢。我的微博照片都很好看，谢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日常。昨晚开直播没？当然开了啊，每天都会开的。毕竟想跟你们聊天，也想让你们了解我。开什么最先让你最贴切？把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你刚点进来我就关了吗？昨晚没开直播，你等了一天都没看到呀？那好吧，那大概是。大概是我把我的直播删了，抱歉，就我好像没有删我的直播。昨天晚上11点之后，你妈妈突然闯进来，你就不能看直播了吗？打算就是最近多拍点照片吧，然后多发点微博。就是我有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不发微博，是觉得我发的太勤奋，你们会不会不想看啊？我一般看录播就不看公演了，就除了看我自己的录播之外，我就不看公演了。除非是什么 B 站上他们说很有趣的什么集合啊，或者是高能 MC 啊，就这种吸引我的标题。之前很冷，最近很敬业，我也不知道我之前为什么要那样。最近敬业，其实就是之前也不能算不敬业吧，就是之前就怕你们不想看我的微博，然后就不发，然后觉得我发很多的话，你们就觉得很那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经常发微博也太奇怪了吧，我就像个话痨。再加上我发微博好像没有其他事情，就想分享照片。反差很大，你都惊了。我也希望自己以后，唉，之前我直播都很短，话很少，那是因为你们不给力呀。
就你们不跟我讲话，我就紧张，你们知道吗？就是你们一不跟我交流，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我就觉得是不是讨厌我，或者是我又干嘛了？我说错话了，还是什么？觉得我很无聊啊什么的，然后就紧张，紧张之后我就开始思考，然后我就不说了。一起锻炼 MC， 今天有给我，你们今天给我一个 MC 话题吗？今天给我一个好讲点 MC 话题，拜托了。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中摸不住，像口袋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都去哪儿了？今晚人好少。其实不是今晚人很少了，是感觉时间点还没到吧，就是我昨天晚上那么迟开还那么多人，就是我昨天晚上11点多快12点的时候开，居然那么多人，然后今天9点多开反倒人那么少。大家都是修仙的小可爱。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那时候人都刚好吃好喝好。四八修仙小姐姐最多，对呀，大家都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是床的问题还是风水的问题？尤其是预备神啊，那大概就是我们最可怜的嘛。怎么看青春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我的青春进了团，然后我的青春就是跟你们在一起了，对，就是我的青春刚开始我就进了团，开心吗？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中摸不住，像口袋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如果不是丝袜这个平台，我会在其他平台上跟大家聊天吗？那当然，我可能会在抖音直播或者是其他直播里面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
怎么爱上四八的呢？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就觉得有意思，然后就其实就像跟你们之前说的，四八是面试第一家公司嘛，当然啊，我才17，就是17岁之前都没有开始面试公司。然后为什么要来四八呢？首先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想当明星或者出名什么的，是因为就是我极度缺乏自信心嘛，然后就想来试试看，就看看到底能不能行。没想到成了，那就觉得开心，那就进呗。晚安啦，先去睡觉了。好的，晚安。一直以为我是18呀，的确就是什么虚岁啊什么的，但他们都说就是要说什么周岁虚岁，说要说小一点的那个数字，然后发现团里大家都说小一点那个数字，然后我就也说我小一点的那个数字了。那什么周岁虚岁我又不知道。面试四八公司时有遇到挫折吗？没有诶。如果遇到挫折的话，大概就不会进来了吧？就是因为没有遇到挫折，才会选择进来啊。哦，我没有发现呢。换一个号呀，为什么要换一个号呢？晚上好，差不多等到了1个多小时，我就关直播啦。如果是 JYP YJSN， 当然会去啊。就是如果没有进四八的话，这种公司，哎呦，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我应该算了吧。就是舞蹈要求水平太高了，这些都是挺好的公司呢。这组图好漂亮，谢谢。前一个无故被封，为什么？好吧，那我就我熟悉一下你这个 ID， 今天早点休息吧，我刚刚睡醒，兄弟，我刚刚醒来。不要忘了你 ，OK， 可惜了，明天要上班。哎，我看看哪一天可以画一个不一样的妆，然后来开个直播，就画那种香港的那种妆。最近就在研究。你先闪啦 ，OK， 拜拜。然后还有哦。60分钟了，哎，60分钟了嘞，1个小时到了，我们要一起加油，好的，1个小时到了，那我关直播了哦，就明天看看化不化妆吧，化妆的话我就开一个那种直播。
那就今天就晚安。